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，就是两个女生在 highway 上面的一个 emo 里面，我有看到喝酒、那个、party bus， 对对对，然后其中两个女生是因为吵架，喝醉吵架打架，对，就从窗户飞出去，对，那个门就突然开了，在高速行驶在那个 highway 的时候，然后一个女生出来以后直接被另外一辆车给 run over， 那另外一个嘞？另外一个就是也是不治身亡，可是为什么门会突然开？不知道，好像这种在夜猫上面就加长行李车里面喝酒的这个东西，这种事情事故发生了吗？对对对，好像前段时间在三班，然后有个小男孩也是同样的事情。对，他是没有到喝酒年龄，但是因为对，这好像算是法律里面的一个漏洞。然后因为你在 limo 或者是 party bus 上面喝酒，对，可以的，是没有人可以管到的。可是重点是门怎么会突然开？他开车开车，他干嘛开门？可不知道，也许就是喝醉了。然后，但是会不会也是听起来就很诡异耶？对啊，听起来很诡异。那是不是因为现在农历，虽然我们在美国，可是农历七月要到。你要讲什么？鬼门开。现在还没有到，所以还 OK。可是那边有一个哦，你在说哦，终于看到我了，终于看到我了。应该抢灯光线，要抢镜头就对了。哦，终于看到我了。你这样加入我们聊一聊。当然，他鬼月。所以你有什么好分享的吗？有啊，很多啊。像我们那个在那个之前台湾的时候啊，海边的时候尽量不要去鬼月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叫做抓交替。抓交替，快点给我们补一下台湾的知识。抓交替就是小朋友啊，因为他们有人说是八字比较重一点，小朋友啊，或一些年轻人。那他们去海边游泳之后，那水鬼会从水下面把你给扯下来。然后换他去做投胎，就可能好像说哦，游泳拿给他一半脚抽筋，那其实不是抽筋，他不是抽筋，是你根本游抓你脚踝，你根本游不上去，天哪！然后就直接溺死，然后对，很多人是不是，我觉得好像台湾人对这种方面的事情好像更感兴趣，传说更多的感觉，没有，就是我们禁忌很多，像比如说。八月份就是的时候，你说农历七月，对，农历七月之后就不能讲，要不然会引来一些好兄弟。对，然后会跟着你这样子，然后他们拨回去他们的那个该去的地方，对，一直跟着你，尤其是八字亲的。你知道我在去年那个鬼节的前夕，看到我们那个国内的微博上面有人发，就是说，鬼月之前是不能做的一些事情，这一段时间里有几条，比如说是你睡觉前你的鞋子是不可以对着床头的，因为这样子鬼会过来把它穿走。这个我听说过，对，然后这个真的当时就发的，所以我在想，我自己每天上床睡觉之前，我都会把我的鞋子弄好。这个我是真的假的？他是说你上床这是床，然后你的鞋的头应该是冲着这边，就冲着你下床的时候就可以穿进去，对，而不能说是你爬上床的时候的那个鞋头是冲。所以他是那种你自己的室内拖鞋，在家里拖鞋。对，所以我没有在穿室内拖鞋，我应该就比较不用。你都光脚了，我都光脚。然后他们说是凌晨的2:45，切忌梳头啊？为什么？你干嘛跟我讲这个 ？Kitty， 你知道这种东西分享出来的话，我们就比较不会那么害怕。可是你到了2:45的时候，你就会去想到这件事情。对啊，2:40是可以的，对。2:40是 OK。还说就是晚上不能剪指甲，对不对？是真的吗？谁2:45会没事在那边梳头发、啊？应该睡觉了吧？可是你知道这种事情就是……你干嘛讲呢？你没有我们台湾分享一下，对，不错。所以你们自己身上有没有发生过灵异事件？没有。或者你身边的朋友，我有一个真的是很恐怖的经历。对，我在念自己，我朋友就在我旁边，当时。发生的，然后我们一直在开 party， 然后所有人都吓到直接解散，这样子直接各自回家。我现在讲到我就觉得很毛。他就是那时候我们就当时是在开生日 party 嘛，然后其实我那个朋友是女生，然后她本身就
有灵异体质，他常常跟我说，欸，那边有灵异，那边有什么，他常常会这样子，然后他甚至有时候会就是讲一些莫名其妙，我不知道他讲什么就对了。然后那天就是大家开 party， 然后大家都喝喝酒这样开心嘛，然后他突然就站起来，自己一个人在旁边这样跳舞，天哪！真的没有开玩笑，真的没有开玩笑，他就这样很像木偶，然后我们全部人以为哦，他可能不知道在干嘛，他就很久，然后我们全部人就哎，你在干嘛？他就拜托叫他停止，叫他停止，我们全部人就哎不要玩啦，然后他就真的就像木偶，他说拜托求求你们，莉莉快点跟他讲，叫他不要再用我了，然后我们全部人一片安静，整个傻掉，想说现在是怎样，然后他还在跳。我想说，如果你在开玩笑的话，真的不好玩，不要再玩了。他就还是一直在，他说真的，我是想真的，你们跟他讲。然后就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起来说，不管是谁，拜托你不要再用他，你到底想要怎样？然后就是好像，然后那个朋友就说，他说他一直很想跟我跳舞，没有人要跟他玩，然后他还在跳，然后我们全部人傻眼，然后全部人说，好，他的一件事，快去，不要，然后就硬是把我朋友抓在放在那个沙发上，然后我朋友还是你们不要用我，他要跟我跳，他等一下不开心怎么办？然后他就一直这样，然后我们你是在讲真的，我在讲真的，是真的。那最后他有瘦下来吗？你真的？他本来就很瘦。OK， 那最后怎么结束？怎么结束这个？怎么对？到最后就是我朋友，我们全部人都把他压着，然后他就慢慢的、慢慢就这样蹲下来。然后之后我们有去找，就是去庙里面找那种庙祝。我们台湾有就是庙公啊，庙祝。台湾人很爱拜拜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对，然后就是请他去我宿舍那边看一看，然后他就说那边真的有一个男生、然后之后我们就烧那个金纸给他，对，这件事就有点，然后就报乌有，对，这件事就是到之后我们烧金纸给他，天哪，对，这是真的，所以是你大学时候，对，可是我没有，就是我是当时在开派其中一个，可是我胆小到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又觉得太可怕了，已经完全认输。对，所以而且还是我的宿舍，没有看到，我没有看到，对，就是我当时在那边，可是我大概一个礼拜不敢回去住宿舍，等到烧金之后，然后那个庙祝跟我说 ，OK 啊，你有烧金子给他，难怪，就是同间宿舍，难怪之前我室友就跟我讲说，为什么在那个因为我们阳台晾衣服的地方，因为阳台是比较脏嘛，你要穿拖鞋会有那个脚丫子，对。Sentir sapato do sapatão, amigo do nada.